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猪酱美食。今天我们来做一道韭菜姜白虾，虾洗净，接下来准备辅料，蒜拍扁，姜切丝，韭菜切断。现在食材全部准备好，起锅上座，锅热加油，姜蒜爆香，下入白虾，炒均匀，加一点料酒去一下腥，加点盐、鸡精，不用加水，把虾炒熟，下入韭菜，翻炒，把韭菜炒熟就可以关火出锅。现在可以关火出锅，好了，今天一道韭菜姜白虾就完成了。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，请点关注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